清晨五点，距离日出还有两个小时，游客们在寻找最佳的观赏位置。他们期待的是柬埔寨吴哥寺的日出。吴哥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十二世纪，寺庙中央的五朵莲花贝雷塔是历史上吴哥王朝的标志，也是如今柬埔寨的国家符号。吴哥寺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遗址，它的周长将近6000米，仅仅是护城河就有200米宽，总面积超过了4万平方米。吴哥寺也被称为吴哥窟，它是大部分游客探访吴哥文明旅程的第一站。在吴哥寺身后的热带丛林里，遍布着超过600座建筑遗址，它们共同组成了世界上曾经最大的城市。公元8世纪，高棉人开始打造傲视世界的文明。他们用砖石建造庙宇和宫殿，在这些奇迹般的建筑上向心中的神奉上帝国和信仰。在这个能容纳100万人的都城里，不但诞生了领先时代的科技，还酝酿出独有的东方哲学和艺术气息。然而，这座梦幻的城市最终被它的建立者遗弃在茫茫丛林之中。文明陨落的时光里，曾经恢宏的建筑不可避免的隐匿、崩塌、衰败。当19世纪的探险者发现它们时，吴哥惊艳了整个世界。这个残存于丛林中的文明遗骸，连接着一个被遗忘的神界与人间。在过去的一年，有超过500万名外国游客为这座占地40多平方公里的建筑奇迹慕名而来。那你看它的王冠不一样，对，不一样，它的王冠不一样吗？악신들이절로한번쭉당기면이렇게들어가면좋아겠죠。游览吴哥遗址是一个在丛林和建筑群里穿梭的过程，他们需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交通工具。嘟嘟车，简称嘟嘟，在这里没有什么地方是嘟嘟到不了的。如果有，那就换一辆嘟嘟。索克今年36岁，他16岁开始打工，4年后终于攒够钱买了一辆自己的嘟嘟车。Very happy meeting the customer, everybody at the temple, everybody everywhere.柬埔寨嘟嘟是在摩托后面增加挂车，以便搭载更多的乘客。嘟嘟风靡全世界，在各个国家都衍生出不同的改款。嘟嘟的起步价是1美元，游客可以选择根据路程灵活计费，也可以按天租赁。关于司机的着装要求和额定载客人数，我们在这里不讨论。Welcome to Angkor, brother. It's a new gate, very, very nice. 索克这样的老司机深受游客信赖，他们是吴哥的活地图，每一座寺庙都如数家珍。Four faces, yes. Angkor Wat is number one. Beautiful, a wonder temple.吴哥寺被认为是所有寺庙中最重要的一座，它供奉着印度教神话中地位最高的神，挽救世界于危难的毗湿奴。毗湿奴的故事被工匠生动地雕刻在吴哥寺的回廊里，
在这幅49米长的浮雕上，毗湿奴率领着92位天神和88位阿修罗，在如海中寻找长生不老的神水。他们以曼荼罗山为杵，以龙王婆苏吉为脚绳，日夜不停地在如海中翻搅。毗湿奴寻得了长生不老的神水，但天神和阿修罗为了抢夺成果陷入了争斗。几经波折，神水最终还是落入了天神的手中。When customer to visit the temple, we have the another time. Sometimes we can sit at the, on the tuk-tuk. Sometimes we talk with a friend tuk-tuk driver. 嘟嘟车司机等待的时间越长，意味着这座寺庙越受欢迎。在吴哥，另一座备受瞩目的寺庙，就是标志着王朝进入黄金时代的巴戎寺。下旨建造巴戎寺的君王命令工匠将自己的面孔雕刻在巨石上，他就是舍耶跋摩七世。巴戎寺54座塔上有他216幅面孔。他在位时兴修的建筑的数量相当于此前历任君王的总和。舍耶跋摩七世在位期间，吴哥王朝从印度教改奉佛教，从此以后佛教成为高棉人最重要的宗教信仰。这位励精图治的君王在巴戎寺外围超过500米的浮雕上刻上了吴哥军队战斗的英姿。浮雕和面孔一同彰显着舍耶跋摩七世的文治武功。这边那个是喝酒啊，整个吴哥那就是在吹佛啊，吹佛。对，另一方面，巴戎寺的浮雕上又罕见地留存下了300多个生活场景。在这座领先世界的都市里，高棉人过着细腻的市井生活。一幅更珍贵的浮雕隐藏在一个不起眼的廊下，它记录了施工的情形。工人们正在用绳子搬动石块，用机械将它们吊装。当时的高棉人用最基础的工具铸造了这些不可思议的奇迹。而在另一些浮雕里，出现了来自中国元朝时期的商旅。请问，半年前，索克开始利用等待客人的时间自学汉语。索克自学的成果很一般，但他找了一个老师。6岁的俏薇很有语言天赋，他从中国游客那里学会了汉语。中国梦，Toby, she very clever. Oh, he speak Chinese very, very good. She is a good teacher. Good, very good teacher. 俏薇不收索克学费，他只要求免费搭车。俏薇平时卖笛子，他知道每个时间段哪里的游客最多，他和小伙伴们跟随着游客从一处寺庙赶往另一处寺庙。Toby's mother and father is die long time. She is lonely. And she happy every day with the customer, with the tuk-tuk driver.
look me. He, oh, hello, how are you? she asked me. she very clever.索克有一个大家庭，他在家中排行老二，有一个哥哥和弟弟。索克的妻子经营着一家小卖店，他们的小儿子才几个月大。索克把农田让给了弟弟，自己出来跑嘟嘟车生意，转眼已经是第16个年头。柬埔寨是传统的农业国家，吴哥的周边一直遍布农田。当时的农民要生产满足100万人的口粮，才能够支撑这座巨型城市。热带只有旱季和雨季，从5月到11月，这里的降雨量可以达到1.5米。在经历了6个月的暴雨之后，农民们迎来了另外半年的旱季。气温在40摄氏度徘徊，干涸的土地上寸草不生。在自然的限制前，高棉人展现出惊人的意志，他们在平原上挖出了2座巨型水库，东巴莱湖和西巴莱湖。其中西巴莱湖南北纵横8公里，东西绵延2公里，容纳了4800万立方米的水，在旱季提供了充足的灌溉储备。巨型水库给这块土地带来的福利，一直持续到1000年后的今天。在距离西巴莱湖6公里的地方，高棉人形成了新的聚居地。只有10余万人口的小城暹粒，成为吴哥遗址的门户。如果寺庙寄托着游客对古代文明的向往，暹粒则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纽带。今年28岁的索帕罗从小在暹粒长大，白天她是一个勤劳持家的姑娘，到了晚上，他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明星。这场演出的名字是吴哥的微笑，他用现代舞剧的形式演绎了吴哥文明的历史。在一个小时的演出里，他再现了高棉人如何建造吴哥的神迹，演绎了印度教神话的经典故事。将近100位演员表演了跨度1000年的4个篇章。从2010年起，吴哥的微笑在暹粒累计上演超过了2000场。在舞剧的中间环节，是柬埔寨独有的仙女舞。同时登台的一共有7位舞者，分布左右的是6位侍女，站在中间显著位置的神女正是首席领舞者索帕罗。吴哥的寺庙是高棉人供奉神的场所，他们在无处不在的浮雕上描绘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吉祥天地。这片天地中最美丽的，就是诞生于如海中的阿布萨拉仙女，她们是云与水的化身，因此也被称为浪花仙女。仙女曼妙的身姿映射在人间，
就是仙女舞。仙女舞的历史并不久远，20世纪中叶，现任国王的祖母西索瓦王后，结合了高棉的历史与文化，从吴哥浮雕和传统高棉舞蹈中汲取灵感，创造了如今的仙女舞。时至今日，仙女舞成为皇室庆典和国家节日的保留节目，盛装的舞者承担着为人民和国家祈福的任务。翁都佩里加是索帕罗的老师，他是上一任领舞者。翁都佩里加是柬埔寨家喻户晓、深受皇家认可的舞蹈艺术家。他把索帕罗从一个普通女孩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。仙女舞演员的竞争很激烈，很多人因为无法坚持长期的训练而放弃。但索帕罗一跳就是15年。索帕罗一家都是虔诚的佛教徒，他每周都会去寺庙为父亲、为家人祈求平安。15年前，索帕罗立志成为一名仙女舞演员，父母省吃俭用帮助他实现了梦想。阿普萨拉仙女几乎出现在所有的吴哥建筑上，这些端庄又妩媚的形象
成为吴哥亮丽的印记。然而，即使寻求仙女和天神的庇护，盛极一时的吴哥王朝也没有逃脱历史的轮回。关于吴哥王朝陨落的原因，众说纷纭，这关乎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最终吞噬它的是曾经孕育它的热带丛林。四树木是丛林中常见的落叶大乔木，它每年能够繁殖出大量种子。虽然发育的只有极少部分，但这些幸存者的长势极为迅猛。丛林里，成千上万的树苗和几百万块石头开始了悄无声息的战争。最著名的战场在塔布隆寺，寺庙的墙壁因无法支撑与日俱增的树干重量而最终坍塌，这也是吴哥遗址大部分建筑损坏的原因。但战场并不总是你死我亡，在塔布隆寺的内殿，肉搏的双方缔结了长久的盟约，树干变身为天然的立柱，守护超过800年的古建筑屹立不倒。这种微妙的平衡，呈现出一种人力、神迹与野性共生的奇观，成就了吴哥遗址越来越迷人的底蕴和魅力。篆刻碑文，推崇佛教，建造神殿，兴修水利。吴哥王朝最有野心的君主舍耶跋摩七世倾其一生建立的吴哥制度，在他死后不久便土崩瓦解。吴哥遗址的修复计划从发现之日起就已启动。对于这个属于全人类的世界文化遗产，我们的探索才刚刚开始。